不诉苦。你问城里的爱多真，先有我还是先有他？你为何沉默回答？蹲在上抽尘仰望星星，是绝望是最美丽的惊喜。每颗天际留下一颗星，蹲在上抽尘无畏伤心。现在有了，现在突然就有了。哦 ，OK， 那有了就好，没问题。声音还 OK 吗？听一下，找找看。那个时候比较繁华一点的街道上，基本你隔个三十米经过那个店，基本都会放这个歌曲。哦，这个旋律一响起，大家都能一下转回到当年那个记忆。曾经的那段时间，也许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可能有的人是听着他的歌来治愈自己，也有的是因为开心的事儿，有他的歌声陪伴，所以就是只要儿时芳香的歌一响起，仿佛一下就能回到那些年前。来，我们大家吸个气，好不好？来。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看过我的剧或知道我一些歌的朋友，真的会觉得哎，江中好像消失了。其实我没有消失，只是我可能换了一个方式在经营自己吧。但是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最对的事情都在最对的时候发生。那。今天才会有这样的第二十一个故事，那今年才会这么的精彩，我觉得它都是有原因的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人，我觉得该发生就让它发生，该是你的我就会去拿。打开了之后呢？就打开就好，就它其实 就不用再关起来。哦，打开灯就一按。对对对，按我觉得就收了，然后再对你打开完了以后，你直接放到上面就可以了。放到上面，它会放的。哦，放也行，隔着放也行，都可以。好。嗯，我其实要放，可能你可是这样，它不整场都会在那边亮的。我会收的。哦，会有人收啊。对，我会收的，所以你看你想。那我就放着，因为放着呢会照到我。哦。对，所以还是不要了吧，我们直接合上就好。你就开了，然后灯按了，然后我就关起来，就收了。好，现在是 OK， 下面听 OK 吗？没问题，有树丁姐也去帮我听。嗯，可以，谢谢，我上去一下。Vocal 听起来的 quality 是 OK 的吗？可以。担心别担心，放轻松就特别好。好。然后腿这样，这是屁股的位置吗？对对对对，没关系，这两边都有保护措施。对。恐高吗？现在有一点点感觉。现在是21年了，当然我办过演唱会，但是我没有在这内地这里这样开始一个巡演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不容易。这个双向奔赴这件事情，他们一直希望我办，我当然也一直希望办，但是这中间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。21年过去，终于才开始这件事情。
出国都很想买黑胶，但是黑胶好难带，又不能放行李箱，手提又很耗事。除非他们很喜欢很喜欢，但是又很有收藏价值。对啊，因为像听歌就是仪式感，这张我很喜欢。我有想要有一张专辑，就是做黑胶。To be Nicholas， 我本来有想过弄黑胶的，但是后来想。意义不大，因为我们现在录音都是已经是 digital 在录，那你就变成把 digital 的东西变成 analog， 其实声音质感是不好的，但是就是纯粹让歌迷收藏。饼干。想养狗，养过吗？没，哎呀，不算养过，爸爸的狗，一直想养狗，但是一直还没有觉得自己准备。那我觉得希望这个巡演是一个开启，然后让大家比较认识现在的张栋梁，所以这是我也不能说担心，但是我最希望做到的一点，因为真的这么多年了，真的是第一次在内地这边开始巡演这个事情。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对，就觉得是一个给自己，也是给这么多年跟随我的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去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吧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其实这次选歌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最在意的就是唱的这些歌的歌词想说什么。比如说大家在初步开始选歌都会有一些筛选嘛，比如说导演组会有一些选择，然后可能公司经纪人会有其他选择，那到最后我自己选的这些歌，我觉得有一些歌不是说我不想唱，其实有些歌我也知道他们可能那时候小时候的歌，然后也很红或什么，但是我找不到现在自己的一个唱这个歌的一个点在哪，所以这些情况下我可能就会选择先不唱这些歌，因为我希望这20几首歌嘛，你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我希望它都是至少现在站在台上我还是可以很诚恳的，就是很有共鸣的去把这些歌唱出来，我觉得至少要有这个出发点，台下的人才会可以有机会共情吧，不要说20几首歌，每一首歌都可以共情，我觉得你可以带走5、6首歌就很好了。嗯，所以，但是至少要做到，我先自己每一首歌，其实我唱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很纯粹的投入，然后去说这个故事，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一个说故事的歌者，我不觉得自己是。偶像啊，艺人啊，歌手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定位自己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定位，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，所以我才觉得，哎，这次的巡演叫第21个故事，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出发点。这个麦架第一次起来。这个麦架第一次起来是这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麦架第一次亮相，对对 对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觉得明天如果麦架有转的话，它会不会就好一点？我是觉得主要是身后好多黑的，它不后身后是没有平的。那你要加在这个垫肩这里，还是你要加？他是要加，肯定就像加一个胸针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这衣服就变了。我也觉得其实可以，但是我没有在台下看。我觉得如果这个麦架是有明天是有造型的，会不会就好一点？因为它其实已经很，它就是一个有造型。对，反正我觉得开场跟 ending 一定都要是嘛。玻璃缸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其他的还好。没关系，明天下午肯定咱们，你们也尽量对。对，你们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，他们如果有比较有问题的是哪些歌，他们就练一下。
久了，就是要给你快乐。世界上只有你独一无二，我为你添上幸福的颜色。这首歌，我唱这首歌，你要专心的听着。没想到我是唱说你也要爱着我的时候爆哭，因为我觉得那是比较小时候的歌嘛。然后我相信今天来第一场就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冲来的朋友，真的可能就是我小时候就看着我长大到今天的。所以突然间在唱说你也要爱着我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他们的爱是一种很无私的爱，然后不管就是我们可能有一天老去坐着摇椅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听着我的歌，就突然间觉得挺感触。这一路走来真的蛮长的时间，但是走过的、真心付出过的都很值得。我觉得遇见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然后都可以更勇敢一点，更敞开心一点，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好多好多你可以遇见美好的事，你可以遇见美好的人。下来，然后开始放慢速度，开始在音乐当中很诚恳地做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我好像找到了工作这个角色跟我生活的角色的一个平衡点。我不能说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下的状态，但是几乎是。我觉得这些都要从作品去渗透的，因为其实在台上我必须很诚恳的把自己内心掏出来，像今天我每一首歌我都很诚恳跟你们分享，唱的东西不一样，唱歌的状态也不一样，哪怕我是去披荆斩棘这样的舞台，我还是可以用我自己的状态走完这个过程，那就是一个平衡。那一定会有些人不认同你，有一些人很喜欢你，无伤大雅。
过去了，有些牺牲到底值不值得。到了今天，我对于梦想依然虔诚，就算这样也不代表什么。怀孕，怀孕，怀孕。